看到这个作品还是非常震撼，非常的震惊，可以说是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画幅，建筑上的美，宏伟的这些山，有非常动感的仙鹤，还有远处在天边的那个颜色，好看极了。中国的绘画讲不白，也许这个地方什么都没画，但是你能感觉它里面内容非常丰富。所以在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。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相通的，越看越激动，越来越想象自己在这人在画中游的感觉。不同艺术之间的碰撞，就像知音一样的这个相遇，高山流水觅知音。确实是瞬间激发了我这个冲动哈，创作的冲动。这个是我的仙鹤。即兴这件事儿呢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刺激和冲动的话，也很难现场就表现得很有意思。就是这当下就这一下，只能这一会儿有，一会儿再谈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当这个艺术形式给你冲击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进到这个意境里去。它那个美呢，是没有界限的，你想有多美就有多美。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，但是音乐跟美术的碰撞很有意思，用音乐的语言带入大家到画里边去看，让大家感觉随着音乐进到画里面去，画中游。